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那么多原本清瘦精干的小伙子结婚后不久就开始发福了呢？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答一下。一、摄入增多。结了婚的男人一日三餐吃得舒服，不知不觉中进食量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婚后男人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没有年轻时那么在意，慢慢的纵容自己了。二、消耗减少。人到中年，身体机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代谢率自然地缓慢下来，使得身体的能量消耗减少。三、压力增大。长久的压力刺激会导致人体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的分泌量持续性增加，改变人体内脂肪组织的分布，将身体其他部位的脂肪短期内搬运到腹部，使大量脂肪堆积在腹部脏器周围和腹壁上。看完以后，各位男同胞们赶紧运动起来吧。